走过很多城市，行色匆匆的人群，早晚高峰的车龙，千篇一律，也曾亦步亦趋，艰难前行。但终有一天会发现，城市永远奔流向前，而生活才是衡量一切的最终意义。我很庆幸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与自己刚刚好的距离，仿佛生活在别处。独山月湖听松，享受呼吸里的满满绿意，家的文化往往留藏在生活点滴中，你不经意之处。细节品质是给家最好的答案，将紧绷和放松从容切换是种智慧。人生是一场平衡的游戏，工作也是为了更懂生活。关于智慧，学校是最好的宝库，可更多的还要在各种尝试里自己领悟。而我会与孩子一起成长，追寻生活智慧，永不满足。城市的本质是生活。